明代のスターサロン。所以我们三个人谁出道最早？你们两个其实谁比较早进这个圈子？马奎还有出过唱片，他很小就进来了。他有出过唱片啊？你18岁了吗？那时候？我那时候你好像14岁，14真的假的？我对你的印象就是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发誓，就是拿个吉他嘛。谢谢。那我不要唱好不好？前回に引き続き、ドラマ「ハートに命中 100%」からバロンチェンとビアンカバイの楽しいトークをご覧ください。今回はスゴロクで遊んじゃいましょう。コマが止まったマスにある質問に答えてください。バロン&ビアンカスゴロクトークスタート。まず最初の質問は、特別奇怪的爱好。特别奇怪的爱好，没有什么爱好。好啦，我很喜欢欺负人，就是这种欺负是属于那种，就对于喜欢的人，就是我会希望他就是什么都要听我的。可是如果他太听我的话，我会说为什么你都没有自己的主见？这是特别的爱好吗？对啊，我就很喜欢看人家挣扎的样子，有一点那个虐。虐待倾向，对，其实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就是我喜欢看人家那个样子，我喜欢表达。你是不是天蝎座？对啊。啊，真的、哦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听他的那个倾向，因为天蝎座有这种倾向。嘿。对。没有。続いてバロンの番です。進めたマスは？对，一二三。マキオ。マキオの質問に答え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。マキオマス。我们两个一起来想。可是我觉得他不会老实回答。交往过几个女朋友好了，好不好？交往过几个男朋友？没有啊。讲真的，其实我没有在算，没有办法。是多到算不出来了吗？也不能说多到算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不会去计算那个东西。那种东西？对啊，我觉得有感情的话就可以。来往，所以他没在回答我的问题。可是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，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，跟这女的觉得不错的话，然后就会在一起开心一阵子。那如果没有感觉的话，可能就好，那大家就分手这样子。对啊，觉得就是说彼此有一个认同的话，不因为每个人交往模式。就你们不会说，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男女朋友了，你们不会这样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讲啊，就问说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这样。那对啊，那可能有时候人家比如说对方基督徒。是不能混成性行为，对，那这样就不算男女朋友，我觉得也其实也是算。哦，其实也是算，也算啊。哦、所以大概是10个左右啦，差不多，还是20个？不是，差不多30个。你怎么越来越多？你讲十个的时候，我怎么正准备讲说没有那么少，就你忽然增加这样子，对。好了，那就换一个话题啦。不是问完了吗？因为你这个没有回答。对。続いてビアンカの質問は。前一步啊，现在才做收尾。今だから言えるごめんなさい。就是假如说你，那就对以前的有交过的男性朋友说不好意思哦，就是我可能把他甩了。谁呀？什么时候交往的？我大学才开始交男朋友。OK。因为我其实是一个，就是如果我觉得两个人关系不会进步的话，我就会说那就先到这里这样子。嗯，对，所以通常对人家会有点就不好意思了。さて、バロンが選んだ質問は、1、2、3、4、跟我一样。一开始刚拍戏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可能那时候没有化妆，然后又很早起来到现场，可能前天晚也有喝酒。其实看他有一点觉得像腌萝卜的感觉，但是他现在越来越漂亮了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女生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就对不起啊，我不想听到这个道歉呢。对啊，我没有把人家丢在无人岛上的经验啊，我都是一定会带走。好了，どんどん行きますよ。ビアンカは恋の話。我的每一个男朋友都觉得我很 man， 所以都不会给我惊喜。哈，对，可是有一个就是有给我一个惊喜，因为我其实每一年的所有节日。或我自己生日期都几乎要工作，我就一样，就是我们公司人就帮我安排工作这样，然后还帮我安排化妆师化妆、接衣服这样。
就我到现场以后，我想说这个活动好奇怪，怎么都没有人？不看啊，怎么看呢？怎么都没有？然后每个人看到我都怪怪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来啦，那样子，生日快乐哦。”那我以为是因为前一天报纸有写说我生日快到了，还怎么样？我说：“好，谢谢，谢谢。”然后最后我就往前走，我想说为什么都没有媒体，然后也都没有人穿的就是说很漂亮在那里等什么之类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突然就从一个巷子里冲出一堆人说 surprise 生日快乐，我就吓一大跳，原来就是跟我们公司的经纪人、化妆师，然后我所有的朋友、爸妈都串通好啊，对，好好哦，这超棒嘞，这超棒的，所以我化了一个很漂亮的妆，瞬间两秒内全部哭花。続いてバロンは一番楽しかった仕事。其实我觉得演艺工作对我来说都是很开心。真的吗？对，比如说拍照、杂志啊，或者是你说看哪个部分？对，哪个部分？当然是演戏是最开心的。我不觉得演戏累啦。真的？我个人可能因为我经验比较少。さて勝負は佳境に。ビアンカは巻きを回す。啊，洗澡的时候你会先洗哪一个部分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有哎、欸，有什么东西啊？有洗过、啊，有我有洗过哎、欸，有洗过哎、欸，不是你一问我才发现，对，都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开始、欸、对，有一个地方，对，洗澡的时候你会从哪里开始洗？我是从腰臀，就是腰臀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、从这边这样子这部分，然后洗脚，再慢慢洗上来，好好玩、哦。不会先洗头吗？啊，先洗头，对不起，洗完头。你呢？我对，大概。这里吧，比较偶机上一点。我也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比较那种，啊、对，这边我也是，你也是，你不要跟我学。我谁学你？我你不要，对啊，我又没看过你洗，我怎么学啊？没有啊，就你是从那边洗哦。几乎，对我擦防晒油也是、啊。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用肥？你是用肥皂的？用肥皂吗？嗯，因为他刚刚的动作是这个。肥皂或没有，就是那个什么沐浴球。对啊，你会用沐浴球？会用沐浴球，沐浴球刮比较爽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因为男生应该不会用沐浴球。会啊，它不一定是球，有一些是那个长的，对，可以搓的。对，对啊，你蛮喜欢被沐浴球刷屁股的感觉是？你怎么会先从？因为女生其实都会在乎，因为我很喜欢摸到女生皮肤是很滑的。嗯，我也喜欢，就有时候我都会去偷摸女生的腿啊，喝醉的时候。平常我就会好玩，但感觉好像色狼哦。反正我喜欢摸女生的皮肤。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先洗这里？为什么？有没有人会先洗腿，或先洗胸之类的？先洗腰、肚子，有人先洗肚子，小孩子哦，有可能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你那样我了解，就是其实是很就是很，其实是直接的，比较干脆的。我觉得就洗澡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很干脆的人啊。你是算命师，好像问就洗每个部位还有不同解释。那你告诉我，先洗臀部是什么样解释？比较骚。哦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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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ついに決着の時が、ビアンカ勝利。赢了，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怎么？你还有输啊？有输赢吗？你都来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是你刚定的条件吧？不是，要不然比这干嘛？对呀，那你要干嘛？所以刚我连输，所以刚其实是给我机会连续两次的。对呀，刚刚比较好哎。这真的是最开心的工作，真的哈，没有好好的聊过天。这还真的是最近做过访问里面，你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，真的，因为我们都很诚实的回答。对，白白，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好。白白刚说他有虐待狂，现在感受到。好了，今天谢谢你们两位，谢谢。次回のご来店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